让我们欢迎花样美食年度荣誉创作者魔鬼厨房的创作者黄志宇登场。50位专业评委已经评审完毕，最终成绩正在核算，稍后为大家公布。欢迎黄志宇。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深夜发吃的人，然后总会有人评论说深夜发吃的人都是魔鬼，特别讨厌晚上看到你的朋友圈。沉浸了一整天的面团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展示时间。嘿，派的上限不是3.1415，而在于精心挑选的食材能否圆满，最考验艺术功底。别说话，看他装就完了。这个大厨肯定很帅，他是勇敢。这个大厨头肯定很大，是明知吃完会胖但还是迎头而上。看见了吧，这深夜放毒的人放的都是什么样。这段视频是小尼克自己的视频。猜到了。画面还是让我有食欲的。配音一配上之后立马这个片子就不一样了。哎，还真是，我觉得声音太重要了。就是本来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帅哥做饭的视频哦，配上他的这个声音之后，我觉得马上他提了好几个档次。其实声音和画面的结合再加上这个食欲啊，就我们会觉得有一些调侃的这种形容会让大家更喜欢一些，更讨喜。这个视频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那种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晚上一旦看到了我这一天晚上都别想睡好了。对，我们平时发视频的时间一般都是晚上啊，8点左右。太狠毒了，8点左右发这个视频，你刷到时候很有可能是10点。那怎么做到吃了这么多之后身材还保持下来的？他在文案里说了呀，就是吃还是要吃，偷偷健身呗，然后吃体脂只有7%的鱿鱼。对，魔鬼厨房，而且是深夜发吃，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主要是他跟我的那个以前的工作习惯是比较相似的。哦，那时候我是设计师，白天工作强度比较大嘛，然后晚上也会熬到比较晚，到晚上以后就想要好好做顿饭然后吃，一是能在做饭的过程中很放松嘛，二是你晚上累了以后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坐在那里吃饭再配上碳水就很幸福很满足。这段短视频它倡导的是哪怕是一个人也要认真吃饭的这种生活方式。看到这个视频想到我小时候在运动队里的一个故事，我们那时候在秦皇岛集训的时候，然后教练是不允许我们出去吃饭的，结果我们就在周末偷偷跑到了海边的地摊上真的偷吃烤鱿鱼。这都是退役了之后才敢讲出来。退役才敢讲。这个视频带给我很多的回忆。非常优秀，非常喜欢你的视频，包括文案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但是呢，毕竟还是有很多人不太适合长时间的吃宵夜，欢迎你多开一个板块，让不一定看宵夜版本的那些朋友们早一点看到你的视频。好的好的。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围炉老师为创作者黄志宇颁发花样美食赛道年度荣誉创作者证书，有请围老师。非常想尝一尝你的鱿鱼。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次祝贺。谢谢老师。谢谢魏老师。接下来黄志宇请发表你的荣誉感言。再次感谢大家，很荣幸能站在中国短视频大会的舞台上。作为一个视频创作者，我觉得这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关注，同时也承载着更多的责任。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更多的尽自己的一份力，去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多贡献。谢谢大家。